是王世贤啊、我现在正在拍摄一部新的戏，叫《甘味人生》，我在戏里面叫赵信达。那我的职业呢，是一个消防队员啊、因为有一段故事，从小就立志想要当消防队员啊、那这部戏呢，有很多让你们意想不到的一些情节，然后当然基本上的八点档的元素都有啊、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非常的精彩。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新拍的这部戏《甘味人生》。